英文也好。好，诸位哈，时间宝贵哈，我想重要的来提供几项跟你探讨。是。第一个，我想我们现在整个农业哈，我们要积极的作为，我对你是相当有期望。我想我们不要是像刚刚这样子一直在推，要怎么保守，怕说怎么样对农民，我们政府啊要有好的思维，带动农民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啊、哦、这个出发点，让他们能够用于啊这个来做生产。而且你现在最近提了很多的细项，我们都很感相当的肯定，而且对你 也配合了哈、哦。谢谢。第一个，这个啊、老农津贴也好了哈，农、哦、休耕活化也好了哈、哦。另外，小地主大佃农总量管制，你都有在做，我是相当的也清楚。我本身呀、啊，也相当的在注意这些了哈、哦。但是啊，我有几点也要特别跟你提到的。第一个哈、哦，因为现在啊。这个有提到一个行政院一个专案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黄金十年愿景，这个乐活农业啊，以彰化跟云林有一个黄金廊道，你了解嘛？哈、哦，现在目前啊，它的三公里啊，打造了三星二杰，请问啊，主委啊，现在进度到哪里？啊，我们现在呢啊。在这个修改了以后抱怨，然后跟现在已经积极跟地方政府在座谈，也跟当地的地主分批来说明啊。好，多久可以？这多久可以完成？你给我承诺一下好不好？那我想啊，因为地方常常给我反映这个事情嘛。是是。既然中央的政策为什么都没有在网络上也找不到啊，要怎么申请也不知道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会尽快哈、哦。尽快多久？你看，我想大概在两个月之内啊，啊，我们会启动哈、哦、所有的申请的这个程序、啊，然后把区位呢来把它这个农民有意愿的，我们就开始来做示范这样子。对，嗯、这个哈、哦、是现在目前哈、哦，我也告诉你，你要对自己的政策有信心。是，因为啊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农民啊，这个新的技术、新的产业。都一直在等待，我想我刚刚特别跟你提到，我们要创造农业生这个商机的哈。我是一个建议，因为目前呐 啊新的农业要怎么样，就是要生产，生产呐、啊、就是要土地，土地你现在小地主、大地农你都有管制嘛，总量管制，你有做这个水稻专区啦、薏米专区啦。还有这个哦，牧草专区啊，哈、哦，这些都很好。可是现在有一个出现一个问题了哈、哦，就是因为这个农业啊老高龄化，所以专业农民啊就是没有办法。是。当然机械化也脱不了，按照比例数也要人工啊哈、哦嗯。主委是不是考虑一下设立专区？如果能够禁用，哦，所有的这个我们本国的所有这些农业生产的，那应该是不是可以考虑的？是。另外，现在目前啊，嗯，还是有一些啊，真正需要借用，哦，这些要怎么样的这个劳工来做一个取代？是。这是要考虑的。好，谢谢、哦、谢谢。设专机专案。来做生产专区的部分，我们专区专案规划啊。而且我也跟你提到，你知道现在国际性的农业，台湾是相当有竞争力，你有没有这种信心？有，我们台湾的农业真的是非常的有竞争力。但是有一点哈，我本期要跟你提醒，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比如说最近我们把这个番薯啊、番薯啊卖到这个哦。这个香港，你知道我们卖了一斤十八块，韩国就把你哦这个十五块就把你贱价哦把你抢了，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韩国政府积极哦在补助，你相不相信？哦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他们勇于，你只要外销，哦政府就积极创造什么
这个贸易逆差，还有外汇的一个啊收入，这是创造三赢啊。是。好、哦，也让台湾劳工啊，台湾农业都能够走出去。这个窗口要怎么行销，要怎么利润，好、哦，这是我们积极要去做的。谢谢，我想自由经济贸易示范区啊，也就是朝这个方向来推动。嗯、我也在一个建议啦，哈、哦，现在目前啊，我们整个这个在彰化来讲的话，黄金廊道，哦，刚刚特别问你啦，还有在半年啦，哈、哦。另外再一个啊，高铁沿线啊什么要种树，这个也是你们的政策了哈、哦、是，这个也是好像都没有信息的嘛，没有，都是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。好啦，在黄金廊道计划里面。好，另外特别提到的就是大城有一个专业专区、啊、有机专区，对，有机专区、嗯、啊，现在进度呢？现在有机专区在规划，然后县政府啊要提出来，不是要规划多久了哈？县政府提出来的。县政府提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用专区来。我想哈、哦嗯，这样子了哈、哦。彰化有一个苗木专区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那啊，苗木专区这个计划已经第一期规划交给农粮署了。哎。啊，农粮署，你至少12/29/2020去年度办理第一期的嘛？啊，到底现在怎么样？你至少也给我们回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请农粮署呢能够尽快的来。我去看过苗木专区啊。啊，那个怎么样？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很会淹水啊。啊，淹水这个都其次了、嗯，现在排水如果做好就不会了、啊。那第二期的部分呢？啊，现在在申请中，第一期已经满了，我们会继续的来关心。对啊，也谢谢委员啦、啊，能够支持哈、啊。现在就是已经满饱和了啊。对。啊、你看看专业的农业生产，不到创造很多的这个商机啊。而且现在国际化，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兰花跟观赏花卉的在专区里面，包括园艺的研花培训中心都设置在这里了。是是是。另外，我们第一期的53公顷哦，都已经满额了啦。是。哦、第二期啊，还有51公顷啊，是面积相当需要的啦。是。我也请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农粮署赶快协助我们的哦，彰化县政府来。要怎么样的需求的发展哈？是。另外，我们彰化花卉是一流的啦。对。在国外最大有很多最大的花卉产区。这个园艺园区啊，嗯，景观苗木专区啊，跟荷兰呐、啊，你是专家啦，你台大农学院的院长，你带过吧？啊、哦，这个都有在整个亚缩的培训当中，就仅有选择在彰化。我请主委哈、哦，你重视一下可以吗？是，好、哦，是，因为啊，这个是不是说这个荷兰的商转呐、啊，他做得很成功，我们不必哈、哦，好、哦、千里去取经呐、啊，人家愿意来了，就地取材，你不用耗费什么，我希望这个已经做成了这么好的一个。哎哈，一个思维，一个逻辑都这么好了，我希望你们农委会看过三次，到现在无声无问。好，我觉得是很失望啊。是，这个我们请科技处把你看人家投资、嗯、国外企业都敢投资，为什么你们还在观望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请科技处啊很快的呢能够提出来一个方案。另外，现在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，像这个最近那个，哈、哦，社会这个社会媒体也在谈论到说，一些蛋呐、啊，良莠不齐，有的买到坏蛋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蛋有那个筛检呐、啊，啊，现在不是你们农委会要去做这个。有好不好？有，我知道那个部分啊，好好，我们对于彰化很大的蛋的这个产销啊，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不要说彰化啦，全国只要把这个蛋做一个筛检，好蛋坏蛋不要好，十颗蛋里面有将近一半是彰化产的嘞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蛋农啊，它有发展高的品质，好、哦，我希望你要重视，好不好？好。
尽速了哈、哦，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。另外那个农路，哈、哦，我想你要去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尽速哈、哦。好。以前是农村再生，不是这个8800亿增加到1160，就用那个特别款嘛。那个特别款已经、已经用完了嘛。啊，我们也跟行政院建议好几次了嘛。是。啊，你们常常说要预算也不是没有，哦，你知道你要修根。啊，难免那个农路水沟会坏掉嘛。的确，以前啊，说在，旧政府也没有在执行这个、啊。我们现在哦，做了很多功德，现在都农机化了，哦，所以啊，很多农民啊都很感触。现在政府比较贴心，尤其啊，在去年度啊，我们把公粮啊增加3块。蔬谷增加2块，这样子哈、哦，以前大概100公斤啊，都是900块，今年现在差不多1220左右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农民的收入有增加，农民就觉得很窝心。但是啊，我也建议每一项一定要告诉他，第一个，现在目前啊，我们希望的肥料要再加强，尽量不要用化学肥料。土地哈、哦，这个都已经概化了。第二个，往事的，我建议主委你要去查证一下。是。根据这个查证哈、哦，因为你做温室的，那个没有通风，结果所用的肥料跟这个农药，造成这个，哦，这个太阳光照射强光啊，它这个，哦，这个植物啊没有办法。空气排流啊，把那些哦碳化质什么都存留在食物里面，吃一吃啊，不是肝病就是肾脏，所以我也希望要去检查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以上，谢谢委员。时间。